准备今天又来赶海了。一来就发现这边有好多泥螺，今天抓起泥螺，开始吧。超大号泥螺，看到没有？好大个呀、啊！这得是太老爷一个人。哇，又一个大泥螺，这边是两个，两个看到没有？又一个，这边两个，好多。看到轨迹了，我就看到了它，那就直接吸吸，然后孵化。看这肉，就检查了。打了我们的朋友牛肉，顺着轨迹慢慢找，慢慢找，在这儿。哎呀，这技术龙太小了，太小不要了。翻滚的，哎呦！这边有个小螃蟹，哇，这鸡翅螺，翻滚的鸡翅螺，这边好多薄壳米，看到没有？好多哟，我感觉能做一盆菜了。豆腐，哇，好吃的这个。又一个泥螺，我想你很久了。舍得早上哦，瞬间变小。海蜗牛，海蜗牛，哎，这个是啥呀？哇，这个肉，它在吃薄壳米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就钓着，喜欢吃贝类的鸡翅螺。又一个泥螺，这边还有一个。其实我最开始吃泥螺，是我受我爸影响。看一下这个是不是的？哎呦，果真是的，因为看到它稍微有一点轨迹，这个头也可以了，好大！哇，好多小鱼，里面密密麻麻一片，哇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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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像蝌蚪一样，发现一对千人捏，哦，下面这个，哎呦，我也不舍得去。把它们拆开，哇，多相亲相爱啊！看到没有，又一个，在这儿呢，还有个小鱼，卡住了吗？这个，啊，它受伤了，哇，在我手里了，好小，好小的鱼，这个反应有点迟钝，跟我一样，走吧。这个好漂亮，你看。这海草配上它这个，好漂亮，哇，好神奇！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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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像鸟巢一样，看到没有？多漂亮！大家吃泥螺之前一定要把沙吐干净，我这个是小泥啊，沙已经处理干净了，所以直接撒盐了。
不吸，它的壳就出来了，看到没有？好香。老规矩啊，多长时间没用我这个小酒壶了？朋友们，继续走一个。老话，每天都开心啊。哎呀，哎呀，痛快。我爸就特别喜欢吃这个尼罗，小时候经常看他吃，然后每次喝酒的时候，我妈就会做上这么一盘。我吃几个今天，然后剩下的带给我妈，让爸爸尝尝我的手艺。这小巷子就我一个人，有点太嗨了。主要是为防着某个人啊，这鼻子太尖了，不行。嗯，最后一个，剩下带走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我要回家了，回家想我爸我妈了，把尼罗带给爸爸妈妈。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